啾啾。什么丝袜女孩呀，人家叫梅佳。我没说错呀，你看她那小短裙子小短衣服，还穿了个透明外套，穿透明外套就算了，还往下拉了一半，这丝袜就更特别了，在我们女孩圈里这叫那什么，叫渔网袜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渔网袜。不仅如此，她脸上还戴了个爱心眼镜，这不戴还好，一戴就被我发现，她的墨镜连着耳朵上居然有三个耳洞，这也太扛打了吧。大大的麻花辫上还挑染了一缕头发，这肯定是老师最不喜欢的皮肤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看她的妆容和身后背的大炮就知道她可是个特工女孩，你要是再说100个泥都不够她打的。哦，那就看看另一个皮肤，罗小宝。这应该就是老师最喜欢的皮肤了吧。这皮肤我怎么感觉还没满月就出来干活赚钱了呢，你看她嘴里的奶嘴都还没丢呢，黑豆般的大眼珠子透着一股清纯的傻气，更重要的是我怎么感觉它不像一条龙，这明明是一个牛头，带着狮子头发卡嘛。还有这坨云团一直在放屁，它尾巴倒是挺可爱的，身上带着的这个该不会是口水巾吧，上面还别了一个可爱勋章。人家可是吉祥物，你懂不懂呀，还是你想看我穿成这样。老豆子，你怎么会有这个皮肤，你看看你自己不也一样吗。哦，原来这就是特工女孩啊，该说不说，穿上去真好看。刚刚我记得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这个地图很神奇，只要来到出生点，找到这个箱子，拿出里面的棒棒糖食用，就能变成梅佳的样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也可以来这地图试用一下哦，毕竟不是谁都像我一样穿这么酷的皮肤，还不是一个女装大佬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使用龙小宝的皮肤呢。哦，还挺可爱的呢。我不仅可爱，我还能飞呢，我给你表演一个。哎，这个好玩，快快快，我们一起来表演一下，来个神同步。你刚不是说这皮肤很傻吗？没有啊，我有说过吗？你没说过吗？你能不能跟我同步一点啊？我在问你问题呢。你别打岔了，赶紧给我配合。我配合，我配合你还不行吗？